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二面，我们看魁二的宋他土六类同。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生死凡夫啊，我们修学佛法可以把它切成两块啊，这个两块的分界线呢就是法华经。那么只要你没有学法华经，那你就是属于佛法的前半段，不管你多么的精进，你就是前半段。前半段的修学只有一句话就说了，就是因缘上的修学。因缘上修学当然就三种情况，第一个追求生命的快乐啊，透过五戒十善追求生命的快乐。这个快乐是怎么来呢？当然是因缘所生法啊，这叫人天称啊。第二种呢，追求涅槃极境，涅槃极境也是修来的，那是一种幻灭的清净的因缘。你不修四谛十二因缘，你会出现涅槃极境吗？不可能嘛啊，所以修是四谛十二因缘，追求涅槃极境。第三种人是成就功德庄严，修六度，追求六度的功德啊。所以在法华经之前，我们的修行全部是因缘所生法，就是只有一朵美丽的花，但是我们看不到花里面有莲子，这个是可惜的地方，里面是空的。也就是说，我们从因缘所生的五乘当中，我们看不到他的成佛的善根，看不到，只是看到众生各取所需。直到《法华经》开始说了以后，原来我们是可以同样一件事情，同时有因缘上的资粮力，也同时可以从心性的观照产生善根力，是可以同时的。所以《法华经》对凡夫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啊，就是说，你这一朵漂亮的花打开以后，里面有没有因地的种子，有没有一个成佛的种子，一开就知道了，空的。那你叫做什么？你叫做积极资粮。积极资粮，你跟成佛之道还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对成佛来说，你能够做的，我们只有一种，叫做回向。我没办法去除佛道，我就是说我这个方向，我布施十戒的方向本来是人天称，我透过回向把它回到佛上佛道去，这个就间接了。所以《法华经》的之前的成佛之道只能靠回向啊，回向无上道，因为我本身不是佛道。但是你修《法华经》以后，你不必回向，那叫一个集中身心投大觉海，直接去除佛道，不需要回向啊，它的方向就是佛道啊，所以当下就是佛道啊。所以《法华经》是整个不管你修什么法门，这关键就是说，你没有修《法华经》，那你修什么就像什么，它跟佛陀没有连结，就是你跟佛陀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你就是九界九法界的众生啊。那么你学完《法华经》以后，你多了一道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变成佛陀的儿子，就这个关系，身在佛家，咱们跟佛陀是一家人。佛陀的心中有一朵很大颗的莲子，我们的心中有一颗小小的莲子，大小不同，那是等待时间的栽培，但是本质一样。所以《法华经》是一个关键的指标了，就是影响到你未来的，它不会影响到你的解脱道，但是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的成佛道的速度快慢。成佛之道就是说，诸位，你未来是不是会遇到佛陀，你未来是不是能够快速成佛，那跟《法华经》有直接的关系了。所以如果你今天的眼光放远一点的话，那《法华经》就很重要。当然你要是说我先把生死解决，那你就是说《法华经》是一个长远的布局，就是可能对你现在的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对你未来的因素至关重要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以下的他土六类同，就是佛陀没有讲《法华经》之前，那么众生是怎么修行的？我们看看啊。先看第一段，此光照东方，就是光明往东方照。为什么往东方照呢？因为东方是所有方向的开始，就是这一道光明呢，是十法界的开始。这怎么会有众生呢？就是众生一念心性迷惑以后才有众生嘛，没有那念心性迷惑，哪有众生呢？啊，那么这是整个十法界的迷悟而产生这个十法界的差别，所以那念心性是一个生命的原始点啊，叫东方。那么照万八千佛土显示什么呢？显示一切凡夫众生的生死业报处。那一道光明，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相状叫做生死业力凡夫。这个地方很明确的，就是凡夫呢，凡夫的因缘造作啊，他是扣着业力在修学的，啊，就是，当然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你来的时候，如果我来的时候很痛苦，我从罪业而来。但是我今生很争气，我努力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我往善业而去，哦不错，你来的时候是罪业，走的时候是善业，你这个人真上，我们叫真上身，真上了啊。第二种人就很糟糕了，他来的时候是善业而来，他今生活得很快的，把福报花完以后，啥事也没干，可能造了很多罪业，结果呢，善业而来是罪业而去。这个人叫做堕落啊。总而言之，一个人没有学佛之前就是业力，就是你怎么来怎么去啊，把你来的地方的业力跟你走的时候的业力两个比较看看，你今生是进步还是退步。这个就是凡夫就是这样看啊，没有学佛就这么回事啊，就是生死业报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相状，我们再看光明第二个相状，有见诸佛土以众宝庄严，琉璃玻璃色，实有佛光照。第一个，第二个呢？看到的依报的国土出现了，这个是清净的国土啊，诸佛的清净国土。那么诸佛国土当中呢，有众宝的庄严，这庄严当中呢，有青色的琉璃，有透明的水晶色等等，这都是由光明所照射。看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并没有把清净的国土发挥出来，他只是讲到有这么一个清净的国土，然后就没了。佛陀并不是想发明啊这种清净国土，佛陀更多的是想要说明五浊恶世的修行情况啊，所以清净的国土就讲这么一段就没了啊。先讲六道凡夫，讲清净国土，再看这个污秽国土所发生的事情，污秽国土后面都全部都是污秽国土啊。即见诸天人、龙神、夜叉众、乾塔、紧那罗各供养诸佛。在五浊恶世，虽然是众生有业力，但是你可别忘了，众生无量无边的业力当中，他可是有过去有各式各样的善根。这个善根就招感佛陀的出世啊，有这个天人啊、龙啊、神啊、这种八部鬼神等等。来供养佛陀，表示佛陀出世了。佛陀出世以后做什么事呢？当然是说法啊。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佛陀在说法之前一定要示现成道啊。这个自然不是说自然外道，其实修行啊，它也是要靠因缘啊。就是说，按照维大师说法，方便道那叫加功用横。你在趋向成佛之道，要修习六度法门，当然主要是止观了、禅定智慧了哈。那这个就是要因缘，但是你真正成佛的时候，不是因缘，所以这个成佛很奇怪。你成佛以后，那个功德是你自己自信显出来的，叫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就成佛很微妙哈，你在努力过程当中是靠因缘的修行。但是你真正成佛以后，你所有的三身四智五眼六动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全部是你自己的东西，因缘只是把它开启出来而已。
他只是借假修真，就好像说《金刚经》不是有一句那么话吗？就是因缘跟心性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你现在在彼岸嘛，你要到，你现在在此岸，要到彼岸去，你要坐船嘛，船当然跟彼岸没有关系嘛，船，但是你没有坐船你到不了彼岸，但是你到了彼岸以后你这个船就不需要，叫你们听懂吗？懂，就是说我修的布施是一个因缘，但是你成功成把布施波罗蜜真如三昧出现的时候跟因缘没关系，就是说我们成长过程需要船，但到彼岸的时候，到了彼岸，这个彼岸本来就在了嘛，你只是透船到达而已嘛，所以叫自然成佛道，就是说成佛以后所有的功德全部是自性的开显啊。那么成佛以后有三身，身色如金色啊，端严甚微妙，这个是功德报身，无量功德无量相好，如镜琉璃中啊，这个琉璃是透明的，无形无相，这个表示法身，法身是一个离体，无形无相。那么内现真金相，这个是应化身啊，从琉璃当中呢，随众生的因缘现出一个身相啊，如果众生的生命是80岁，佛陀示现也要差不多80岁啊。那么这个佛陀众生的身高是多高，佛陀也要差不多那么高啊，他必须要随顺因缘来显现。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出世以后说的第一件事情叫做世尊在大众敷衍生法义，说法印经啊，说这个直接说圆顿法门，那么开导根首菩萨成就法身的功德啊，成就实地的功德。这个地方是说明佛陀说的第一件法。再看第二个，佛陀开始教授三乘的弟子，先看二乘，一诸佛土声闻众无数啊，在每一个佛陀教化的国土呢，有很多人是发出离心的。声闻众啊，他的修行呢、啊，他以核心思想就是苦谛啊，因为他不断的观无常，所以他的结论是三界是痛苦的，是要消灭的啊。那么在佛光的照射之下呢，悉见彼大众啊，这个声闻人就广修四谛十二因缘，趋向涅槃啊。或有诸比丘以山在山林中精进持境界，犹如护明珠啊！不但修这个四谛十二因缘，还延迟境界啊！这个是声闻众。再看菩萨众，又见诸菩萨，菩萨的心啊，跟声闻是从苦地切入，菩萨是从道地啊。菩萨说，三界没有什么痛不痛苦。三界就是让我能够积功累德的，我要借三界的因缘来成就六度的功德。他从道地直修啊，那怎么办呢？就像布施持戒忍辱啊，利用生命在的时候赶快积功累德啊。那么这些人有多少呢？其数如红沙，实由佛光照，都是由光明所照射啊。又见诸菩萨深入诸禅定，修四禅八定，那么收摄身心，寂然不动，以求无上道啊。这个是菩萨呢，不但是散乱心修习福德之良，也开始收心为修习禅智慧做准备。又见诸菩萨诸知法及灭相啊，这个大乘的智慧啊，跟小乘的智慧不一样。小乘的智慧啊，是无常无我啊；大乘的智慧是法本无生啊，一切法本来是缘起性空，它没有自性的啊。这一切法本来就是极灭啊，各依其国土说法求佛道，一方面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一方面以菩提心啊来演说佛法，来教化众生啊。我们看文殊菩萨在解释此土他类他土六类啊，跟弥勒菩萨是在发问的时候不太一样。你看弥勒菩萨，他在问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他很少提到那道光明，他就扣着因缘所生法哦，有众生法界，有声闻法界，有菩萨法界，菩萨法界他开的很多了，广修六度啊。但是你看文殊菩萨回答的时候啊，他善知佛意啊，
他讲一讲，讲一讲，最后总结：师由我佛光照。他刻意的把这些因缘法跟信心结合在一起，啊，也就是说，当然，诸位，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啊，这个持他土六类啊，他第一个核心思想当然是先从凡夫说起的，因为《法华经》当然是摄受凡夫嘛，你要是法身菩萨，直接学《华严经》就好了，啊，就是说凡夫。他有他的现实面要注意，什么是现实面呢？就是处理生死业力的问题了。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就是说，修行有理想面，有务实面。务实面就是怎么样解决业力的问题，因为你轮回不解决，这个是成佛之道，轮回是很关键的，啊。你这个轮回没有解决啊，你生命就充满着不确定，你不知道你的来生要去哪里，所以你生命完全不能规划，就是你的生命完全不在你掌握当中啊，这个问题就困难了，弄得不好还堕三恶道啊。所以解决业力是一个关键。那么佛陀也知道众生的问题还不是马上开显心性，所以佛陀为时施权，就是好，咱们现在第一件事解决业力，解决业力有三种方向，第一个叫做消灭业力，二乘忍，我要把业力消了灭了，进入涅槃，这第一个消除业力。菩萨法界呢，它比较积极的，你把业力消了干什么？业力有错吗？没错。生命有错吗？没错。生命有他的不幸的悲剧的一面，他也要的积极面。你没有生命，你怎么修布施，怎么持戒，怎么积功累德呢？所以他不在重点，不在消除业力，在于转变业力。所以这菩萨看业力啊，他看到积极面。你说人生痛苦，但你换个角度，人生也充满着希望。你没有人生，你怎么修六波罗蜜呢？你没有因缘所生法，你怎么积功累德呢？啊，所以菩萨对人生是比较积极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二乘人对人生是比较悲观的啊。那么净土宗对业力是怎么看的？净土宗要把业力沉淀，要把它带走。比如说我没办法把你消灭，但是我也没有本事把你转变，但是我可以把你带走，啊，就让业力沉淀下来啊。那么总而言之，所有的凡夫不管你修什么法门，第一个就是处理你业力的问题。佛陀知道这个现实面不能改变，也不能违背，所以佛陀只能够为时施权。那么等到有一天你接触法华，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心中只看到业力，第一件事看到业力，不管你是想把它消灭，想把它转变，想把它带走都没关系。但是你学到法华经以后，你不是看到业力，你还看到后面那道光明，就这样子。所以当你看到法华经以后，你要把它带走，你净土宗还是把它带业往生，但是你在带业的时候多了那道光明，你的修行就不一样了，你的灭恶生善都有所不同。我们讲净土宗好了，其他宗派我们就不提了，咱们就讲临命宗吧。临命宗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业力都会现前，没有例外，因为你有第八识呗，第八识不会放过你的。第八识它的可怕在于啊，来无影去无踪，他平常不出现。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佛法平常练得挺好的，平常练得很好，因为第八识 没有出现。世人临命终时糟了，跟平时不一样，第八识现在起前，第八识跟你算账了，他把你从小到大所有事都献给你看，咱们这样一笔一笔算。那么这个时候菩萨银河应住，银河降伏起行，你是住在什么角度来处理？你一开始做向外攀岩就完了，所以
临终最怕不是风动，不是幡痛，最怕仁者心动，起攀缘心啊。所以菩萨的安住，如果你今天安住，你一修一心三观的人了，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了。你只要知道一心三观里面的空观了，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了，这些影像对你的干扰就降到最低了。这第一个，灭恶啊。第二个生善，你要知道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你知道阿弥陀佛跟你并不是那么的遥远。诸位，修假观的人呢、啊，他知道整个十法界就在我一心操作，什么十万亿恶度、二十万亿佛度，跟我根本没有关系。诸位，你要不学《法华经》的，你很难把自己的因缘跟佛的法界的因缘把它放在一起。你只能够说：“哦，佛陀是万德庄严，我是业障深重，我皈依你。”那么这样子的皈依当然不错。但是你跟佛陀的距离如此遥远，你怎么相信？你怎么告诉你相信你可以往生呢？因为你今天你的生命跟佛陀找不到一个相通的平台，你找不到共同处。那如果你学《法华经》，哦，众生法界后面有一道光明，佛法界后面有一道光明，这两道光明是一个光明，哎，怎么跟佛陀之间有交集了？所以我们一旦回光返照的时候，我们很能够相信自信功德是可以往生的啊，就是佛法界是如，众生法界也是如，一如无二如啊。所以说呢，整个修行从因缘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不同，但是它的重点来了，来自同一道光明，请你记住，这个就是《法华经》的核心思想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看文殊菩萨的回答，师父他知道这件事。所以你看，他讲很多事情都师有佛光照啊，就是不同的修学，但是同一道光明啊。这个是他土六类。那么其实文殊菩萨的回答，诸位你慢慢的品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文殊菩萨已经试图在因缘所生法跟一念心性之间找到的共通的相通处了啊。我们看忍恶的守一念同，看经文。尔时四部众见日月灯佛现大神通力，其心皆欢喜，个个自相问，世事何因缘？那么这个时候，四众弟子啊，看到佛陀放光现瑞以后啊，这个尔时是指前面的日月灯明佛了哈。那么见日月灯明佛现大神通力，在禅定中白毫放光现瑞啊，他出现了两种心情。第一个，其心大欢喜，这个欢喜是他觉得佛陀即将有功德来加庇所有人，而且是个个有份，人人皆有啊，所以他这个欢喜是充满期待的。第二个呢，也产生了疑惑，个个自相问，这是怎么因缘？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差别的因缘的修学当中，怎么就有那一道共同的光明呢？这个光明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产生的疑惑。好，我们看看下面啊。那么前面是文殊菩萨呢引用相同点来证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跟两万尊佛是有共同点的。那么这以下呢，从前面的共同点呢，文殊菩萨要合理推论未来会发释迦牟尼佛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啊？以下是一种合理的推论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总成见是已经当同，就是未来应当也要相同。既然过去相同，现在相同，未来也要相同啊。这个地方看忍一的送因人说法同，看经文。天人所奉尊，师从三昧起，赞妙光菩萨，汝为世间言。一切所归信，能奉持法藏，如我所说法，唯汝能证之。世尊既赞叹，令妙光欢喜，说是《法华经》。那么这个地方说明，日月灯明佛就在放光现瑞以后啊，那么天人所尊奉的世尊啊，那么就从无量义住三昧出来，出来以后呢，
佛陀先做一件事，赞叹妙观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前身。他说，你可以做世间的智慧也，可以做众生的大善之事，也可以做一切众生所归信仰的这个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你奉持法藏。那么为什么你奉持法藏呢？因为我所说的法，我以下所说的法呢，唯如来正知。我为了将说一个中道的实相法门，这个只有你能够如实正知啊。所以世尊一方面赞叹了，让妙光法师产生强大的信心跟欢喜啊，就说了《法华经》。那当然，这段跟我们看方便品也是不太一样了哈。我们看佛陀出定以后，并没有赞叹舍利弗尊者了，他直接就说法了哈。那因为日月灯明佛说法的对象是妙光，是菩萨啊，是一个大菩萨。那么本经的说法对象是舍利弗，是一个声闻人哈。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妙光法师的特别，他是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的当机众，也是未来的富足流通的一个，也是未来流通的一个当机众。他不是听法的当机众，也是流通的当机众。但是本经的声闻人啊，没有一个人是流通的啊。这佛陀讲《法华经》以后，问说：“哎，里面谁愿意去流通呢？”声闻人没有一个人出生，所以才有从地涌出大地菩萨出来承担啊。过去释迦牟尼佛教化《法华经》的那些法身菩萨，因为声闻人还有习气嘛哈，但没关系啊。总而言之，这个佛陀是即将说《法华经》的，只是说法的对象一个是文殊菩萨，一个是舍利弗尊者啊，这两个不太一样啊。我这个地方，我维大师把这个奉持法藏啊，他做了一个说明啊。他说：“日月灯明佛怎么就赞叹妙光菩萨是奉持法藏呢？”他这个法藏啊，按照我维大师的解释，就是他看到的佛法的全貌啊。诸位，你要没有学《法华经》啊，不管你学佛多久，你千万不要说你看到佛法的全貌，千万不要这样讲。啊，你看到佛法的一部分，一部分啊。我说我看到了佛法有五乘法门啊，是三规五戒四谛十二业六度，那叫做一部分。你一旦没有进入一念心性，你看到佛法叫做一部分。所以我们一般的修学啊，叫做片段式的啊。但是你如果站在一念心性呢、啊，那就是一个整体式的、整体性的修学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明啊，这个佛陀的出世的说法的第一个因缘啊，就是为妙光菩萨说法。我们看第二个，说法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看第二个，满六十小节，不期于此座，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悉皆能受持。那么《法华经》讲了多久呢？妙光法师啊，日月灯佛讲的六十小节。佛陀跟大众呢都不起一坐啊，所说殊胜微妙的法门啊，大家听得能够受持不死。诸位，日月灯明佛的人寿是八万四千岁，那么他老人家讲《法华经》讲多久？讲了六十节，这可见这个时间有一点开合的问题了。他的寿命只有八万四千岁，所以也就是说呢，他大家进入《法华经》真如三昧的时候，时间上产生了一种时空的转换，众生从一个时空换到另外一个时空，一个高阶的时空啊。那当然这个是《法华经》的思想，这个是这样啊，诸法无性尽随心转啊。所以你一个人越你一个人啊，你看你的档次越低的时候，烦恼越重，你觉得时间过得越慢。他那个时空啊也有差别的啊，就是说你的档次越低啊，他的时空相就活得越慢啊。你看四天王他一天我们就过了五十年啊，你听《法华经》听六十小节就像吃一顿饭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听法华经，一旦进入法华经的意境以后啊，他的时空产生了转变。这个时空转变啊，它意味着什么？意味业力的转变啊。所以你不学法华经，你很难做时空转变啊，因为时空就是所有因缘所生法了。诸位，我们过去也讲过很多次了，你千万不要把自己一天到晚观想自己业障深重，因为你到最后结果果然业障深重啊。就是你反正你有两个态度，第一个你就执着业力啊，站在业力的角度你就很难处理事情了啊。如果你是安住心性，你从心性的角度来看业力啊，你就很好处理了，这大业往生绝对做得到。换个角度，你直接跟业力对冲啊，那你就伤痕累累了。所以你这个没有理观的人啊，所以一个没有理观的人就很吃亏的，你知道吗？没有理观，那你就各凭本事嘛。诸位你想想看，你没有理观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累积很多业力，你想要用短短的几十年把它给带走，我们无量劫来每一生每一世都在玻璃上面弄了很多灰尘，如果你站在灰尘的角度，你就很难去处理灰尘，只有站在镜子的角度才能够处理灰尘。因为时空没有，你说什么叫做无量劫？你告诉我什么叫无量劫？说，哎，你净土中什么大业往生，无量劫来造了这么多业，你怎么大业往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无量劫？你说个道理，你道一句什么叫无量劫？从一念信心的角度，十世古今不离当念，无量劫就是当下。藕益大师说，当下一念就是无量的念。什么叫无量劫？你告诉我什么叫无量劫？当然你要弄假成真，你要把它当作无量劫，对你来说还真的是无量劫。所以简单一句话，诸法无性尽随心转，就是说诸位，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很多生命，的确从因缘所生嘛，有很多业力，这个就不提了。关键是你怎么看待它，你要把它当真，那业力也跟你当真，就这样子。你要当真，那就来当真了，大家来当真了，那你就时时勤佛事了啊。所以这个修行呢，的确是有快慢，就是你怎么看待业力，业力就怎么看待你，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安住一念心性呢，很多事情好处理了。就是你不能只是注意那个因缘的修所修的法，请你也注意一下后面那道光明。这个就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大家在修法华经的时候啊，六十小节啊，它就像一顿饭的时间，这个地方它已经时空从业力的思考业感缘起转入的真如的缘起，那时空相就不一样了啊。好，我们看忏灭筒，看经文。佛说是法华，令众欢喜矣。寻迹于是日，告于天人众。诸法实相异，以为汝等说。我今于中业，当入于涅槃。汝一心精进，当离于放逸。诸佛甚难执，一劫十一欲。世尊诸子等闻佛入涅槃，个个怀悲恼。佛灭亦何速？圣主法之王安慰无量众，我若灭度时，汝等勿忧怖。那么前面是说明说法法华经的一个过程，他只是讲一句话，就是六十小节不起一座。那么从这句话可以知道，
大家内心的状态已经不是一般的状态啊。那么《法华经》讲完以后发生什么事呢？佛说《法华经》以后啊，大众当然都是法喜充满了。那么佛陀就宣布啊，我将在今天的中夜，那么进入涅槃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进入涅槃呢？因为诸法实相义，已为汝等说。全方位的佛法都说了，佛陀先讲因缘的修正，最后讲心性的关照。那你这样子对于所谓的理观四修，佛陀我该说都说了，我也没什么话可以讲了，所以我已经是大事一半了。作为佛陀，他证明他责任了，所以他安心的进入涅槃。但是佛陀入涅槃之前呢，他也提出了一个警告，他说啊，汝一心精进，当远离放逸。为什么呢？诸佛甚难止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这个是在生命当中唯一的希望。一个人了解道理以后，剩下的就是修行了，要信解心证啊。当然你如果没有了解道理，其实你没有资格谈修行的，说实在你叫做结缘啊。但是你要是真的了解道理的，那你的剩下就是精进收摄身心了啊，因为你已经走，你就是你已经上路了，你一个人上了高速公路，剩下的就是前进了。但是你没有上高速公路之前，你还是要把这个道路找清楚啊。那么世尊诸子等啊，日月灯明佛的弟子们听到佛陀涅槃以后啊，当然心中都喊到悲恼了啊，佛灭一何数，佛陀怎么会这么快就走啊。圣主法之王日月灯明就安慰了，说我灭度的时候啊，汝等勿忧怖，佛陀还有一些事情要宣布啊。这个是这样哈，我们没有人真实的亲近佛陀了，我们现在叫做住持三宝，我们现在叫做亲近佛像啊，因为佛像跟佛陀，因为 佛陀跟我们互动嘛，佛像是你只能礼拜，他没办法跟你互动啊。但是我们看佛在世的时候啊，佛陀跟弟子们的互动很频繁，所以当佛陀要入灭的时候，这对弟子的打击很重的，非常沉重的，因为长时间跟佛陀在一起，尤其是声闻弟子啊，佛陀走到哪弟子跟到哪，所以突然间这个广大的依靠即将入灭，这个打击是非常，因为大家生活在一起已经久了啊。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啊，心情有两种，一个是凡夫的心情，一个是圣人的心情，还是不太一样。同样在一起那么久，凡夫的心情呢，叫做个个怀悲恼。凡夫的心情是有不安的、恐惧的，就怎么办？佛陀灭度的，我道业未成，所以他内心有一种悲恼跟恐惧。圣人不一样，圣人心中有圣道，所以他只是感觉到佛灭一何数，他只是感到些微的遗憾，就佛陀怎么就走了呢？怎么速度这么快呢？他只是一种遗憾。那众生那就是刺激很大，那众生叫做个个怀悲恼啊。所以两种心态啊，一种是遗憾，一种是怖畏啊。那么不管遗憾也好，怖畏也好，佛陀必须要出面安慰一下啊。所以看忍世的送受记筒。是德藏菩萨与无漏实相心已得通达，其次当作佛，号曰为净身，亦度无量众。那么佛陀必须要指定所谓的接班人了啊！就这个德藏菩萨，他已经听到《法华经》，对于中道实相、因缘所生法的修正、心性的关照、理观四修完全通达，他已经掌握佛法的全貌，所以其次当作佛，他在我灭度以后，他当来作佛，号曰净身如来，他也能够度无量众。这个受记是比较特别的，诸位，我们一般的受记啊，受成佛记啊，佛陀要么时间拉得很长啊，经过无量无边阿僧集劫，要么佛陀不谈时间。但是这个地方是一生补处，叫做受补处记佛，受补处佛记。这个时间不但讲走出来，是讲下一个佛，那时间 很短。
这个成佛啊，我们简单说一下啊。智者大师按智者大师的说法，成佛有两种，一个成法身佛，一个成应身佛。成法身佛很简单了，出地就有了。成法身佛，因为他没有直接面对群众，他只是个人的修正，所以他只要智慧到那里，他就有出地，叫做法身佛。但是成应化身的佛是很困难的，他两个条件，第一个你福慧要具足，第二个你要因缘成熟，这就难了。就是你要你过去生所结的众生的缘，刚好他们的善根都成熟了。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就是说，有十个等觉菩萨，每一个人善根都具足了，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都具足了。那么这个时代，众生刚好需要一尊佛陀，众生善根成熟了，谁下去做扮演佛的角色？那就看谁跟这些众生因缘比较深。哦，以末法时代了哈，末法时代我们合理的推论了，现在众生呢、对领导者的要求啊，可能就是比较属于那种悲真上的啊，比较亲和力，比较接地气，比较能够干实事的哈、如果我们合理的推论哈、以现在诸大菩萨、观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比较适合啊，就示现佛身。那么其他菩萨呢，示现做佛的弟子，叫做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就是说成佛不但是福德智慧具足，还要因缘成熟，否则你不能现佛身，你只能现弟子相。那么等到你今天出你这个佛教化以后，你灭度了以后，再换另外一尊佛。所以他这个地方说明的为什么他要强调其事当作佛，号曰为净身，亦度无量众，他有他的因缘力。好，我们看最后佛灭度以后的通经情况。前面讲到佛陀的灭度跟受记，那么听完法华经，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佛此业灭度，如心净火灭，分布诸舍利，而其无量塔，比丘比丘尼，其数如恒沙，被夫加清净，以求无上道。是妙光法师奉持佛法藏八十小节中，广宣法华经。是诸八王子妙光所开化，坚固无上道，当见无数佛，供养诸佛已随顺行大道，相继得成佛，转次而受记。最后天中天，皓月燃灯佛，诸仙之导师，度脱无量众。是妙光法师时有一弟子，心常怀懈怠，贪着于名利，求名利无厌，多有足庆家，弃舍所习诵，废妄不同利，以是因缘故，号之为求名，一行众善业，得见无数佛，供养于诸佛，随顺行大道，具六波罗蜜，今见是师子。其后当作佛，号名月弥勒，广度诸众生，其数无有量。彼佛灭度后，懈怠者汝是，妙光法师者，今则我身是。好，那么这个地方说明佛陀说法灭度以后，那么弟子们所发生的情况，就在佛陀灭度以后啊，就第一件事情啊，就是佛此业灭度，如心净火灭啊。那么在家居士呢，就分布诸舍利而起无量塔。佛陀灭度以后啊，就有两个重要的工作，第一个舍利子的供养，一个是经典的结集啊。那么当然就是各有各的责任了啊，就是赶快把佛陀的舍利子盖成塔庙啊。虽然佛陀的功德不在，但是起码把佛陀的相状留下来，让后世弟子能够结缘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比丘比丘尼，其数如恒沙。那么在佛陀灭度以后，
得到很大的警策，激发他的精进。啊，一方面弟子们啊结集经典供养舍利，一方面大家得到的警策啊，刺激警策，各尽精进啊。这是佛陀灭度的一个一般的修行。那么这以下呢，就特别的提出两段的因缘，就是听了《法华经》以后，一个有善根的人跟有烦恼的情况，他产生的生命的变化。先看有善根而没有烦恼的人啊，是妙光法师啊，他呢奉持佛法藏，他能够掌握佛法的全貌啊，对于理观四修完全了解，在八十小劫当中啊广宣《法华经》，那么他呢度化的八王子都是妙光法师所开化。那么听了《法华经》以后啊，当然是坚固无上的菩提心，而且也能够招感佛陀的教化啊。那么在佛陀的教化当中，一方面供养佛陀修习福德之良，一方面蒙佛陀的教化随顺行大道，就相继得成佛，那么次第的辗转的受记。那么最后一尊佛陀啊，就是八王子当中最后一尊佛陀，叫燃灯佛，他是诸贤之导师，度脱无量众。在古代的修行者呢，不管是声闻菩萨都叫诸贤啊，在印度的一个通称，就是他是所有修行人的导师，他也能够广度无量众啊。这个是立根人，他信解以后马上如实的修行，快速成佛。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烦恼比较重，业障比较深，但是他也听法华经的，我们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是妙光法师有一个弟子心肠怀懈怠啊，他可能事情很多了啊，他干什么呢？贪着于名利。他得到法华经，知道凡事从一念心性的角度来面对业力，来面对烦恼，来面对生死。但是啊，我们不能否定的，人都是有烦恼的因缘，所以他也贪名贪利啊，而且是无有厌足。那么因为贪名贪利呢，就经常跟那些贵族啊就经常往来啊，那往来就把时间给浪费了，就舍弃所习所，废妄不通利。对这个理观的智慧啊，就修一修，然后到处跑一跑，再修一修啊，但是有间断。以是因缘故，名字为求名。但是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重点啊，一行众善业，得见无师父。诸位，你得到《法华经》以后，你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堕三恶道，想办法。因为你堕三恶道，虽然不会破坏你的善根，但是你的善根它没办法增长，因为善恶道的心暗钝了啊。所以你看弥勒菩萨虽然求名求利，但是他是有底性的，他没有坏事根本重戒，所以他保住人生呢。他虽然说有烦恼贪名贪利，但是他的所有的贪名贪利是在一种不杀道遗忘的基础之下贪名贪利啊，所以他得到人生呢，他的善根力就能够得见无数佛，那么得到佛陀的摄受，佛陀有无量方便力，他本身又有真如的善根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供养诸佛，又随顺行大道，就慢慢的记住波罗蜜，那么到了现在遇到了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在释迦牟尼佛结束以后啊，他是当然下生弥勒尊佛啊，他未来也可以广度诸众生，而且其数无有量啊。就说明即便你有烦恼，只要你不堕恶道，你就是会不断的增上。我们看最后的总结，结会古今，彼佛灭度后，在日月灯明佛灭度以后啊，懈怠者如是。就是说你信解的这个一心三观的思想，但是你没有辗转的相续啊，做一做跑一到外面跑一跑再做一做，但是你还是等就等觉不善。那么妙光法师者，今则我生死，我因为不断的相续，我也变成等觉不善啊。这个就是妙法的厉害在这里啊。好，我们看最后的诵分明判答，最后的总结，看经文。
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以是至今佛欲说法华经，今向汝本瑞示诸佛方便，今佛放光明，助发实相意，诸人今当知合掌一心待佛，当欲法语充足求道者，诸求三乘人若有疑惑者，佛当为除断，令尽无有余。那么我见灯明佛，这以下是整个文殊菩萨他引用自己过去的一个因缘啊，他的一个总结。我见到日月灯明佛本光瑞如此，过去的白毫光所现的瑞相，跟今生的释迦牟尼佛的放光现瑞是一样的，所以我合理的推论呢，佛陀将说妙法莲华经。因为什么呢？因为佛佛道同，前面有太多的相同，所以我们也合理的推论未来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好，那么第二个，那么为什么要在细品放光呢？今向汝本瑞啊，那么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光明跟过去日月灯明的光明是一样，这个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方便啊。今佛放光明，助发实相意，就是佛陀没有讲法华经之前，先把这个相状现出来啊，让大家产生疑惑，就是说修行嘛，不就是依法修学嘛，啊，各得其所，怎么就在依法修学当中后面出现同一道光明呢？啊，这个是在讲真实义了啊。那么诸人今当知啊，合掌一心待佛当以法以充足求道者，佛陀会把前面没有公开的真相，佛陀在法华经会一次性的讲清楚说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修行，会讲清楚了。好，那么对于三乘人来说啊，诸求三乘人若有疑惑者，佛当为除断，令尽无有余。三乘人是这样子，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谁都没有疑惑，都信心满满，你看二乘人修行也信心满满的啊，你看声闻人成就阿罗汉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刚才成就阿罗汉的时候，你看阿罗汉怎么说的，我身已尽，烦恼已尽，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充满自信了，我这法全部修完了。菩萨也是啊，菩萨也是信心满满的，但是他一个奇怪现象，每一个人修到一个程度以后啊，会有一个共同疑惑，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尤其是声闻人，就是说声闻人他要是跟声闻人在一起，他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声闻人有时候在听经的时候，看看文殊菩萨，看看普贤菩萨，到后面经文会说他的心里就不平衡了，我等同入法性，就是说我修空性你也修空性，怎么我变成涅槃寂静你变成功德庄严，这怎么回事？同样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为什么产生不同的结果？阿罗汉心中其实是有所悔恨的，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缺少了什么？为什么我就只能够这样子？而文殊菩萨必须可以，他就可以这样子啊，他的确是有疑悔的。但是佛祖告诉他说，你放心，你也有份啊，因为你当初的个性就一定要成就涅槃，我先满，所以未时失全，但是你别忘了那句话，全不离死，其实你在成佛之道也没走偏，你只是两段事，你前半段也没有失掉，不是说啊你要重新开始，没有啊，你只要把后面接上去就好，所以法华经是可以把所有的法门全部接上去的，所以佛当未除断，令尽无有余。所有三乘人的疑惑，法华经会公开答案，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些三乘的差别，这些三乘的差别怎么收尾，他们都是依止佛陀修学成就的，佛陀你要怎么样收尾，
就靠《法华经》了。现在佛陀要讲真话了，就是后面方便品，佛陀开始要出来说明了。这是这样子的，我们修《法华经》之前，当然就是很痛苦，因为业力的逼迫，就从因缘上去修学，有些人走六度法门，有些人修藏传佛教，有些修净土法门，那没关系，尊重个人的因缘。我们必须要，我们一开始会有个人的因缘力，有些人就很自然的遇到小乘法，有些人遇到菩萨法，有些人因为过去的因缘就很容易遇到净土法门，这都没关系，尊重个别的因缘。但是你看到《法华经》以后啊，你会回归到你的心性来看事情，就是我们刚开始修佛叫无差成差。哦，你跟我不一样，哦，你的结果跟我结果不一样。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各有各的差别。学《法华经》以后啊，差即无差。所以学《法华经》的呢，绝对不会批评别人，因为他只是暂时的假象，他这样做。他现在如此不表示未来如此，那叫方便有多门。所以《法华经》就是说，你怎么样在一念心性的理观跟因缘的事修找到平衡点。理观不爱事修，事修不爱理观。为什么要事修呢？我们要务实的面对我们的问题，不是说，哦，我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我啥事都不用干了，不是这样子。我们有如梦如幻的烦恼，如梦如幻的轮回要处理啊。所以《法华经》它看待生命呢，它是两个看法。从务实面来说，我的确业障深重，好好修行；但是从理想面来说，我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这两个没有冲突。没有冲突，所以你后面从后面的方便品语气啊，总之就是内观真如，外修法门，心性跟因缘之间怎么去抓平衡点，就是诸位的修行了。这样讲好了，我们是一个乞丐。当然我们先找一口饭吃吧，这是现实的东西啊。先脱离乞丐的痛苦，然后让你找工作了，赚钱了，让自己有温饱。但是你也不能一辈子在流浪，你永远没有家也不是个事儿，是吧？就是说找工作也很重要，但是回家也很重要，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老也不回家，你在外面流浪，你说我一个乞丐，我过得快乐的乞丐，不可以这样子啊。因缘所生法修到一个程度，所以讲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你不能一直在因缘所生法里面打转啊，这没有个头啊。就是说作为一个乞丐，找工作很重要，回家也很重要啊，最好是先回家再找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吗？诸位，你想想看哈，你没有回家去找工作，你是替别人在打工啊，叫心外求法。你回家以后工作，你是老板，你是替自己打工啊。你认为这两个会一样？你乘兴起修，那是自家功德。那你依法修学，那是向外。让你们听懂吗？就是作为一个乞丐，最好的选择是先回家再找工作，叫做圆满。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来处理生死的问题。不要站在因缘所生法来处理，站在因缘所生法，你就很难处理了。
因为你落入了因缘所生法，那你就落入阿赖耶识了。你今天回到心性，那叫真如三昧了。好，所以说理观四修的平衡点，这个师父不能告诉你怎么做，反正我只能告诉你工作很重要，回家更重要啊，那你们自己去判断。好，好，那么也就是说佛陀讲完三乘的因缘以后，佛陀该说正相了，把众生的这些差别的因缘开始要做一个全盘的整理跟回归了啊。好，那么作为一个序品，那么佛陀放光现瑞所代表的意涵已经到此结束啊。我们上一堂下一堂课啊，要针对前面所说的内涵啊做一个问题的回答啊。那么当然请大家也把课本跟讲义带过，那个附表带过来，可能会有用到课本的地方啊。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